所周知，志玲姐姐是专业模特儿出身，这个身材比例真的没话说啊！这温柔的微笑的搭配，可以给我一个拥抱的经典菜花腔表演，何止是男人受不了，女人见到了都会发麻吧。而另一套晚宴的造型，志玲姐姐则换了一袭甜美端庄的黑裙，佛肩配上黑金的小配饰，哇，真的太美，太有气质了，再打一个满分好吧。画重点，以上这些图片都是来自视觉中国的我，不得不感叹林志玲颜值怎么这么能打，连传说中女明星照妖镜的视觉中国图库里都无法找到一张她不太好看的图片，各位吃瓜群众也是惊呆了，请一色好评，我17岁比她还显老，怎么做到这么年轻，皮肤这么好，这么美丽，这是哪买的防腐剂，求连接贵了，不仅活动现场和舞台造型找不到瑕疵，志玲姐姐私下的私服造型质量都那么高。下面这张是昨天林志玲去武汉时在机场的照片，我的天，真的给志玲姐姐跪了，就这个趋势，林志玲绝对不止再战10年。